在近距自由空战中，攻防转换非常激烈，这就要求我们飞行员对战场态势做出判断，果断决策，随时对目标发动致命一击。在连续多天的飞行训练中，我们打破原有指训模式，通过设难科目、设降对手，提升飞行员自主空战能力，全面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和打赢能力。